握手欢呼，由新北市长朱立伦陪同来到新北土城造势。马总统看来人气十足，不过站上台发言，这一头支持者不太领情，自顾自排队上厕所。民进党的名单里面看到了有不少有司法案件涉嫌贪污的不分区立委，国民党一个都没有。就怕票房不好，马总统只好赶快出新招，抱起小孩拼生育率，但才被外界批评辩论场上狂背数字。夫人周美青也提醒马总统多用庶民语言，但不知马总统是前一天的辩论稿背太熟，还是难忘三强激辩盛会，一小时前在板桥替立委候选人江慧珍站台，再次炮打蔡英文，只是这台词同样是老梗。马英九改变了国民党，可是民进党却改变了蔡英文。而板桥原本传出现任立委吴清池也有意参选，可能导致泛蓝分裂，马总统急忙营造大团结顾票。林鸿池、吴清池双持到场，会章必赢，对不对啊？选战倒数，马总统可别顾着背稿批对手，忘了替自家人抬轿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